有一個伊達德希亞咧，佢而家咧個喺大約香港東南咧500多公里，佢受到附近嘅對流天氣影響咧，這個伊達德希亞咧就正在重組當中嘅。咁我哋預料這個系統咧就會係重組之後咧就會加強啦。咁同埋喺未來嗰兩三日咧就會移近這個廣東沿岸。咁由於這個熱帶氣旋會嘅影響啦，咁天文台咧會喺今晚咧考慮呢個發出1號嘅鑑別信號嘅。